送时。大家好，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我们要做巨轩王老师。好的，这是你自己的号是吗？不是、啊哦、他们的号。对，好的，微博的朋友们，咋了？是微博吗？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神影剧组，大家好，我是露丝，詹宇。我期待的不是雪。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要做，大家猜猜我们在哪里？说话。我们在。你可知马靠不是我真心。我们在澳门。在澳门。嗯，这两天的神影大家有看吗？又那么远，我们把凳子环境定了，你把凳子环境定，这样能看见吗？这样看见吗？嗯，好。今天露丝用了15分钟化的妆，是我自己化的妆。对，她太好了，她甚至想把化妆师借我用用。吃过了在飞机上吃的，公主们，谢谢大家喜欢神影，谢谢大家喜欢神影，非常感谢。我今天真的是一点台，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今天。什么都不用干，就坐在这里就好了。你要不要玩一下美颜特效？再玩一下。对啊，这里不是，这是上次玩过的那个吗？你想玩吗？看一下。哦，不一样哎。我给你弄，等一下。没有那个。哦，没有那个，没有，还有脸残的。嗯。这个是什么？哎，我刚刚 get 到了一个水凝兽的同款手机链，他们刚刚给我的。啊、为什么没有？我没有。有。我也有吗？有。这个是那个古劲的 同款手机链，这个是我今天 get 的阿音水凝兽同款手机链，好可爱，是蓝色的。我这是什么颜色？跟你不一样是不是？你是卡其色的。你是蓝色。嗯，不一样，有一 点是黄色，因为你好多衣服都是黄色的，好看。挂什么？我手机壳没有亮。你就像我这样挂在这个地方。明天要带这个走吗？哦，我没有主持稿啊，我没有台本。直播开始时，王安宇先单人入镜，用嘱咐器手势召唤阿英赵露思出现。出现到这一趴，出去吧，开始。出现。啊、嗯，好，下一趴结束。嗯，赵露思。已经有好多朋友进入直播了，哦、我也有欢迎大家家影们来到神影的微博直播间。先给大家来个自我介绍吧。哎，我看大家都在问，怎么只有我一个人？露丝去哪儿了？哦，已经到下面的环节了。等一下，过了都。哦，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介绍一下彼此。可以呀、嗯，我是叫你古老师呢，还是袁老师呢，还是菜狗呢？好问题，好问题。那我应该叫你，哎呀，算了，下一个我选择。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打住。现在我们正式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大家好，我是王安宇。大家好，我是露丝，欢迎大家来到神影的直播间。今天非常开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剧《神影》，我们已经开播了。嗯，开播了一周了吧？有不？没有，六五天了。那就是第六天。今天是放假。嗯，今天是放假。呜呼！祝大家放假快乐，周六了。哦，学生党们已经放假了。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的神影呢？露丝明天盘头发，今天的事情说明天干嘛？咋了？今天的事情。你明天是什么妆造？今天的事情说明天干嘛？可以看看明天的穿搭吧。既然大家这么想关心这个，那你把你的衣服也拿过来试，我把我的衣服也拿过来试，在直播间定一下明天穿什么，好不好？可以吗？可以的。其实我已经选完了。哦，真的？嗯，这么快，我还没来得及。因为我今天飞机因为今天露丝非常的忙碌，行程非常的赶，
游戏环节。游戏环节。是哪里？默契大挑战。大挑战。哎，正好呢，他们就给我们准备了一点游戏。那么首先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叫默契大挑战，希望赵老师不会让我马上就打脸。我们先来看一看游戏规则是什么。针对剧中的角色和场景以及日常中接触最多的事物，我们准备了七个问题，抽取目前的题目卡片，我们要说三二一进行回答，如果我们答对了四个以上就是成功。嗯，好不好？好的。嗯，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抽场景。嗯，就是我们要根据角色，针对角色的和场景来问我们七个问题。开始。开始。好，第一个问题，水凝兽还是水凝兽？哎，不好意思，念错了，水凝蛋还是水凝兽？水凝兽。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水凝兽？哦，就故意念错是吧？故意说错。那你为什么要念选择水凝兽呢？因为大家说水凝兽破壳量子跟我的多疑很像，叹号。那你呢？问号。你为什么要选择水凝蛋呢？因为古俊在孵蛋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多，所以水凝兽比较调皮，总会朝他吐口水和到处乱跑，还是蛋更听话一些。啊，没有答案。我也觉得你给他看没有答案的，我哪有答案啊？我想看有答案。好，我来，那我就问你啊，嗯，好不好？好哦，好，你我们都看没有答案的，你说来，预备。第二个问题是被拍还是拍别人？拍别人，因为我知道你要打拍别人。哦，你也喜欢拍，那你喜欢拍别人还是被拍呢？我喜欢，我其实喜欢拍别人。是吗？嗯。为什么不喜欢？我其实喜欢拍别狗，我也人也不是那么爱拍狗，拍别狗可以。你一会儿晚上干啥？晚上我待会儿试衣服，大概是。要不要去创作一下？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创作，拍个照片。对。但是我都没有妆发。你不是有吗？15分钟妆发。就这样都想拍呀、啊？不是，你也拍吧。怎么都能拍？说实话。拍夜景。嗯。闪光灯。嗯，我都没有来过澳门，想反正要去逛逛。我一会儿反正自己也要拍。好，可以。嗯，那一会儿看吧。第三个问题。不满意。哦，哎呀，忘记了，露丝来之前让我给她买蛋挞，我忘了。现在去买一点蛋挞来，可以吗？关门了已经，算了，来吧。哦，酒店有蛋挞吗？竹蜻蜓还是卷仙露？让酒店帮我们买点蛋挞。竹蜻蜓还是卷仙露？竹蜻蜓还是卷仙露？嗯，三二一，竹蜻蜓。卷仙露。卷仙露都不是我的道具。竹蜻蜓。是我送你的。对啊，好歹我们还有一点联系。卷仙露是你自己写别人名字的地方。可你祝你生日快乐吗？生日快乐。主仆气还是镜花水月？这么突然吗？啊，什么？来吧，主仆气还是镜花水月？镜花水月。我们已经一起答对两题了。嗯，那我们问一下大家，嗯，有没有这两天看剧的小宝贝们？公主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俩主仆气已经解开了？有，他们说有。现在播到哪一集了？哦，你居然都没看？第13集了，那应该已经马上就要进入比较虐的部分了，就是我可能要忘记你的部分。嗯，那不是虐的部分吗？就是被抽掉那个情丝的部分。哎呀，说出来了。不是已经播到这儿了吗？没播啊，还没有啊，没播。Sorry， 而我的嫂子，弹幕里大家都啊啊，可以说后面还玩游戏吗？哦，可以说，可以说，但是我们的主仆气已经解开了，弹幕里大家好像很喜欢镜花水月的施法手势，让我们满足一下大家。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啊？我打出去了，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这个。我小胖手是什么来着？我记得是这样，然后这样，然后什么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然后出了那个，然后这样，然后就飞了。记性好好，你大家都记得。嗯，说公主请看神影。公
主请看神隐。好，下一把。下一把。用一个词来形容阿英，小孩姐还是大小姐？三二一，小孩姐。那后面就会变成大小姐了，在她涅槃以后就会变成大小姐了。你不觉得阿英特别像拉克斯吗？拉克斯，我知道奥克斯。谁是奥克斯？奥克斯的空调。你不知道奥克斯，拉克斯是啥？是个游戏人物，是不是？好，下一题，天梭一还是元神剑？三二一，海尔兄弟。播不播了？播不播了？不播，什么来着？天梭一还是元神剑？三二一，天梭一。我都说了答案了，你还故意跟我说不一样的？对啊。我不说，我不，我因为我下一句话是看还是很有默契的嘛。哦，再来一下，再一次。三二一，元神剑，看还是很有默契的嘛。好，那接下来请同时唱一段剧里的印象深刻的 OST。三二一，我应承心。我不会唱这首歌，但是我会一点点，预备走。我应诚心隐无畏，心头几道疤，任他万般魔掌，激发我痛快饮下。怎么样？还行吧？好动听啊！虽然我就听了两三遍，好好听。让我们合唱一下吧，好像个天籁的感觉，好好听。听一下，来，我跟原唱合唱一下。我的在哪里？我的你台词。预备走。我应诚心隐无畏，我心头几道疤，任他万般魔掌，欺下我痛快饮下，纵使我心如霜，对你曾牵挂，也曾凭栏自画。好听，这首歌确实很好听。因为当时露丝要唱这首歌的时候的 demo 的版本的时候，我先听了一遍，我就说他的 demo 很好听。然后我在录我那首歌的时候，他的 demo 很好听。我的意思就是 demo 就很好听。然后我在录那首歌的时候，我跟我的原唱我跟我的就是你跟你的原唱是不是什么意思？我在录我那首歌的时候，然后帮我录的那个制作人就是我的那首歌的作词作曲。然后就在他面前说，我说为什么我的歌没有露丝的好听啊？你真的低情商哎。对，低情商了。在这里向我的制作人老师说一声对不起，我的歌也很好听。好，下一个。录歌的时候就伤害别人一遍，今天直播还要说一遍。但是我那个录的，哎呀，好了，别说了，别说了。好，哎呀，下一段，王宇 Q 惩罚环节，就谁惩罚谁错了。没有人错、啊、好，跳过惩罚环节啊，第二个游戏。我应诚心隐无畏，我心头几道疤，任他万般魔掌，欺杀我痛快饮下，纵使我心如霜，陪你藏牵挂，也曾凭栏自画。我你唱一下我的歌。惩罚环节，如果两个人没有答对四道题，就要接受搞怪三连拍的惩罚。但是我们成功了，对，所以我们顺利过关。下一个游戏我比较期待，这是什么游戏啊？姻缘天定逗笑挑战。姻缘嘛，上天那个叫什么？怎么说的？缘分吗？缘分吗？上天啊！缘分天注定。哎，七分靠大兵，爱兵啊，家会呀。第二个游戏是逗笑挑战，两人需要在一分钟之内把对方逗笑。我有在网上看到那个，就是两个人嘴里包着水，然后点那个特效，然后就是不能笑的那个，你有看吗？很搞笑的那个。哦，来玩这个吧，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搞笑视频什么的看一下？我们来看一段逗笑挑战视频。搞笑视频，
输掉的人需要重新签订主仆契，成为另一个人的先仆，被主仆契控制。这么好。如果我获胜的话，你就要被我要求做一件事。他们说看着我们俩很忙，但是不知道在忙什么。哎呀，考试顺利，来嘛。来什么嘛？来呀。来什么嘛？什么搞笑的东西？有没有搞笑视频？我们来挑战一段。有没有一分钟搞笑视频？我有，我经常收藏。我可以找，我可以找。但是我们俩要包着水。包着水。对，有矿泉水吗？有。Please give me a cup of water. 哦，这就是我刚才那瓶。很搞笑。来吧。买香。好啦，谢谢。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嗯。哎，但是大家不知道我们在看什么，不会觉得我俩有很奇怪吗？啊，也有道理。我可以同屏的搜到这一条，然后也给大家看。就发给大家看。不是，就是举在这里给大家看。嗯，不行，不行吗？啊，那不是，那是另外一个。哦，那不是。好，结束。这个游戏结束了。下一台游戏。Show you all. Ay ay ay. What you got? 下一个。逗笑挑战，一分钟内把对方逗笑。这个就是刚刚那个，但这个就很尴尬，万一好，下一题。两个人互相对对方提问，答案要和问题不在同一个逻辑内。比如说，你在干什么？我姓王。输的人要接受惩罚。明白。嗯，开始。输掉次数的人，那你问还是我问？喂，你今天吃什么了？我想上厕所。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哎。干嘛？这完全不搭嘎，好吗？你今天吃了什么？我想上厕所，说明你吃了会想要上厕所的东西，对不对？这完全不搭嘎。这个逻辑真的是对的吧？你吃饭了吗？我没。再来一下。你今天裙子，哎，你这个衣服什么颜色？我吃了饭。阿英是三界中最美的女君吗？不能这样看，我们一人问一个。啊，原来这样看，我说你从哪里问出来的问题？是他们给的。哦，那好的，那我也看。我先问，你要十个问题都不能答对哦。十个问题都不能答对，因为就必须要惩罚，是不是？对，这个问题，这个题目就在于不能要答非所问。哦，对，好，开始了。嗯。现在几点？哎，现在几点？9:20。好，你错了，你输了。第一个问题已经过了。啊，第二个问题，你今天追剧了吗？我吃了红色的饭。今天天气怎么样？澳门真美丽。澳门威尼斯人。阿静跟阿英谁比较弱呢？可能是缘起，这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你说阿静跟阿英，我说可能是缘起，这不行，这样也是在回答。你把遮天伞借给谁了？哎，这是问我的问题吧？哎，你看错字了，这个是赵露思问我阿英。哦，那你来问吧。你吃饭了吗？嗯。这么难？你吃饭了吗？哇，这个游戏这么难！你吃饭了吗？我的手机链很好看。这个裙子是什么颜色？哦，你的眼镜很好看。阿英是三界最美的女君吗？你今天好像更漂亮了一些。你更喜欢大泽山还是凌云山？今天的观众人数不少。你把遮天伞借给谁了？加速。我刚才喝了柠檬茶。你把遮天伞借给谁？哦，等一下，这个问过。阿英估计谁更弱？
哎，好，这个问题就这样跳过啊。我们下一盘内容，弹幕提问互动环节，两个人一起还原表情包，回应热梗。还原表情包？什么表情包？好，第三个环节喽，现在是我们的聊天互动环节。粉丝在追剧，这个真的很搞笑哎。粉丝在追剧什么？让我看看今晚炖谁。粉丝在追剧环节。一会儿风雷阵，一会儿离火阵。什么什么什么？他在笑什么？你在笑什么？你没有看过这个吗？这不是我那个吗？一会儿风雷阵，一会儿离火阵。一会儿风雷阵，一会儿离，这是我们那个啥，也是现场发挥的一段台词。对。对。让我来看看今天炖谁。你演呀。我印象最深的是阿英水凝兽，让我看看今天来炖谁，我想看你现场还原一下。来吧，还原吧。哎，我做不出这个表情。你不可以歪嘴啊，你不能歪嘴，这就是我歪的极限。那边呢？那边呢？这还不歪吗？那边呢？哦，真的，你不能歪嘴。这个歪的还可以，怪猥琐，反正。哎，这个是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在现场的拍的时候就拍了拍了。你还记得那个吗？不是，因为我们剧本里老写谁谁谁渐渐的睡去，渐渐的笑了，渐渐的开心了起来，然后我们俩就说渐渐的，是这个。然后呢？嗯。然后呢？好运符，希望今天在直播间的所有宝贝们都可以，那反了。希望今天在直播间的所有宝贝们都可以收获好运，也马上就要过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好运常在，好运来，好运来，得的喜和爱。好，我们现在进入弹幕。你的表情包还没学，你有事儿吗？你有事儿吗？有事儿吗？哇，好优越的下颌线。哦，是吗？今天好优越，是不是瘦了？这个呢，菜狗。这主要是表情，就没有表情。嗯，挺可爱的。要我啊？我不要求。不学了、嗯。好，现在我们进入弹幕互动环节。还挺热的。有一条弹幕问。两位在和大家追剧的同时看到最有意思的热搜话题是什么？露丝先说吧。就是前两天那个鞋子穿帮嘛，那个图上面全都是英语名的好多鞋子，鞋底穿帮。但是我说句实在话啊，就是因为你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场务老师，他们都一直拿那个扫帚啊，就每场戏其实都在抹平那个地面了、嗯、但是可能就是属于一个什么呢，防不胜防，属于一个什么呢，措手不及啊，属于一个什么呢，可能那条的情绪最好，就我保留了一条有点瑕疵的，大家见谅啊，见谅见谅好吗？虽然是有一些穿帮镜头，但是你们还没有发现完，我都发现，可玩笑可玩笑，还有很多穿帮的镜头。是吗？比如说，好，下一个问题，看到一个，他爱他，他爱他是什么？他爱他，我爱他，爱他，我爱他，我爱他，他爱他，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说我的恋爱脑康复了的。咱们仨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你喜欢他，他喜欢华叔。哦、我跟他，然后华叔，我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是吗？好。我跟他还有华叔，我们三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好。还有红毅。还有红毅。我们四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过吧，那就过吧。那叶爽也一起呗。我们五个人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你好期待哦！你看你的眼神，哇，的天哪！你眼神里透露了一些期待。哇哦！嗯，
MBTI 你是什么？我是 INFP。 你很典型哎。你是什么？我忘了。我现在可以帮你分析。哎，你帮我分析。你是 E， 你是比较外向还是比较内向？我们三二一好不好？如果是我其实测过，我肯定是 I 开头的。我有个 I， 然后有个 H， 其他的。你是 I 开头的。我是 I 开头。有个 H。有个 H。没有 H 这个单词是吗？有，没有 H。哦，真的有。H 那个小鹦鹉。H 和 I 的话，那就是 Hi。我的 MBTI 是 Hi。哎，真的有！你们快点给我搜一下，我要平反，我真的是有一个 H 没有？哦，是 T， 对不起，不是 H。先别说话。好，真的是 T。是有一个 T 这个字母哈。对呀。它是 I， 想想怎么跟你，I N 吧。你可能 N 是那个 H 是 N， 你可能 N 看成了 H， 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还有一个 T 的话，你可能就是 INT。 不是，我不至于把 H 看成 T， 看成好。哎，我把 T， 把 H 看成谁？N 有可能会看成 H 吗？因为就我把 N 看成 H， 不是，我是那个，就是那天他们都做了那个测试，他们好多知道吗？不知道。结束语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再见大家。啊，三十分钟就结束了。就直播半个小时啊。我台本还有一半没，哦，也没有，也快结束了。结束了。我们今天流程 Q 的挺好的，各方面我觉得蛮好，很完美了。嗯。你们觉得呢？拜拜。我太突然了，再来一下。这个结束不能结束那么突然。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要准备结束了。我知道三分钟，还有三分钟。说两句，高低整两句。安利啊，那么今天，跟露丝一起在澳门。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神影，然后呢，后面会比之前的更好看啊！结束这个环节，提醒我们快到时间了，也该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是啊，感觉评论区跟家人们还没聊够呢。那么最后我们再给大家安利一下神影吧。啊，我先来。嗯，从阿音到风影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为啥？我看一下，不是给大家真的好好安利一下神影吧。就是我觉得，神影的这个神影，我们也拍了四个月哈。然后呢，所有演职人员们，包括工作老师们，从前期到后期都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喜欢神影。然后今天呢，有听到说我有一个姐姐的一个朋友的女儿6岁，每天吵着要看神影，要买那颗阿音蛋。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她觉得她说她喜欢阿音，因为她很喜欢，就是这种叫什么很直爽的直率的小姐姐，然后她也很喜欢古静。她说，因为她不觉得古静傻，她反而觉得是古静很纯粹。她觉得她对阿音的爱是非常非常纯粹的爱。然后呢，所以我会比较开心，让小朋友们都看到了，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很美好的爱情。26秒，稍微留给我一点啊。你不用这么的，要卡这么准时间，我多待一分钟都不行。不对。没事，你等一会儿，我们等一会儿10点多回来继续直播，播到明天早上直接去走红毯。好，别害怕。好，我眼睛怎么在你脸上去了？你说，到你了。好，大家好，我是安宇。然后呢，干嘛？直播一播这么久，大家不知道你是谁，快说，快点。
那个时间到了，拜拜。哎，快点快点。就是《神隐》这部剧呢，确实也是就像露丝说的，我们非常多的几百位演我们的主创团队和演职员跟我们一起共同创作，在横店艰苦奋斗了四个月，从冬天拍到了开春，然后一起努力了很久。虽然大家也看到了前段时间有这个偶有穿帮的这些小失误的环节，但是大家看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拍摄过程还是非常辛苦，也都非常努力的。然后我跟露丝在这部剧里面也对卜靖和阿英这两个角色付出了很多，然后我们也在里面加入了很多的小巧思，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在观看的时候能够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吧。然后肯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对，也有很多会被大家觉得可以更加好更加完善的地方，对，希望大家所有的意见跟批评，我很着急，我们都会我们都会记在心里，然后我们也会努力的在下一个作品里去完善。对，如果大家觉得就是神隐会觉得啊我不喜欢或怎么样的话，但也麻烦你多看两集。对，然后比如说你把你的发泄情绪打在弹幕上，我就发现我朋友就说赵露思这一集怎么胖了，他怎么这个脸圆了，确实如此。因为那段时间我突然那个就是过敏哈，突然一下子就是吃那个药哈，然后所以对我觉得大家就是细心的发现特别好，就是让我现在就是我这个戏开始就非常注重身体的这个免疫力了，我觉得所以就觉得我现在身体杠杠的，杠杠特别好，中气十足现在。真的吗？嗯，你怎么知道？我感觉。真的。拜拜。拜。然后后面的神隐会更加的精彩，大家。我们这样子再见吧。再见。